足球比赛难免不了有些伤病啊，激烈的碰撞嘛，我觉得挺正常的，但是也不是故意踢的他。三天从别人那儿听过了，这个红色的七号容易急，你可以招招他啊。但没想到这次韦世豪出奇的冷静，没错，对吧？所以还是要找出球，就是不能给泰达的队员太多了，直接说贴上来。哎，韦世豪，你看瓦格纳起来还是直接找裁判。这个就是他好的地方，如果他起来直接背韦世豪，这俩人就打起来了。韦世豪这一下说实话太不冷静了，韦世豪踢球，这这连续去抢那个保利尼奥啊，真有股的这个猛劲儿啊，而且有股的魂不吝的劲儿。需要冷静啊，韦世豪有一点点的脾气，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韦世豪刚才忽然之间就和对方球员发生口角，有点没。在直播以后，真能发展到队员脑袋上，就跟玩游戏似的，有一个体力槽的显示，你会发现，哎呦，这一下挺危险啊。赶紧给裁判啊，给韦世豪，哎呀，就担心怕是，其实是为了积极的去拼抢，对吧？为了，就像是高天翼捂着脸在地上翻滚，结果突然间十六号高天翼和韦世豪又发生了一些小的争执。